等一下哦，你昨天有要求公主抱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他是林俊杰。林俊杰。如果他接住我的话，我就要有个高兴。那今天来是还要在公主抱的一生吗？一、二、三，跳！哇！其实娃娃不重哎、欸，我也要，对，快点，我也要。林俊杰变林俊杰，被动力货车淘宝抱，合体魏如萱成动力娃娃车。你可以接住我吗？10月20号连两天在厦门举办演唱会，第一天嘉宾找来了娃娃魏如萱，第二天则找动力火车。原本得知昨天娃娃有公主抱环节，也向 JJ 讨抱抱啦。今天你的嘉宾是我吗？对，你说昨天是娃娃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娃娃。听说娃娃有没有公主抱吗？你要抱我？我要公主抱你们吗？不是、啊，因为哎，你现在哎。等一下哦，你昨天有要求公主抱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不是说要求公主抱，我是叫那个他接住我，接住你，然后他就接住，因为他是林俊杰。林俊杰。如果他接住我的话，我就要留高兴。那今天来是还要再公主抱的一生吗？哎，手机准备好了吗？一、二、三，跳！娃娃不重哎、欸，我也要，对，快点，我也要。等一下，他哈、哦，他智力也要。然后一二三的时候，我们大家放手。谢谢芊芊，对对，谢谢喽，谢谢，谢谢你的惊喜，谢谢娃娃，谢谢，谢谢火车。